2005年是我们主场这60年来赚最多的一次。正常的，我们的盈余是1亿9000多万，然后我们把花样酒呢打消，然后还有1亿8000多万。我想在新的一年，我们希望齐聚，所有的同仁，我们共同的再接再厉，让我们的马酒希望明年更能够创造佳绩。那我们在106年能够再创荣景，那希望今年的业绩跟今年的经济啊能够再提升。今年我们再辛苦了，我希望等一下多喝两杯，好好关爱自己的歌好。希望如果在未来这一年啊，我们同仁继续努力啊，超越过去这一年啊，超越过去这一年。那去年我们的业绩成长了50%左右，那利润也成长了50%的左右。啊，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成绩。今年是我们马祖酒厂创始以来是业绩最好的时候。所以说你到外面去跟人家讲，今年你看看我在酒厂的期间曾经创造历史。